花莲县政府当年是编上青班的宗教医生，却部分医院积极在影响其他医生。今日早起，县议会是进行表决，暗个县府动员宗教团体到现场，议长认为这干有疑似，将民进处长赶出议事厅。为了支持花莲县府编的6000多班宗教义诊，各宗教团体透早干部就到议会。虽然大部分的人拢无愿意表达意见，但各拢希望义诊能过关。你这卡卡不端那些？像卡，滚出这来对人啊！啊，恁今日来是从啥？我就讲叫阮来，我会知啊。暗哥宗教团体到场，副局长郑伯万认为，官府动员根本是要给机关压力。想起当初啊，各种民政处长赶出去，各对宗教团体发声，那伯万赢在选票顶关反应。你既然抗言，去民政处的预算不审，花莲县议会这么偏安，审个预算都不行。被赶出去的民政处长林金虎无愿意表示意见，强调主委是表达遗憾，议员是希望民众能看清楚花莲宗教预算甲其他县市比起来有偌憾，呼吁县府爱责责。真的对我们整个宗教的团体是一大的伤害。当然，我们会从我们的选票当中选出我们该有的议员。我们那么多的基础建设都要做。都在喊没有钱，但是为什么公庙补助或者是宗教的补助要编这么多预算？花莲县府多半因为编的1500万都这会引起外界批评，最后挡不住民意，选择无要执行，造成预算堆积。不过县府也是继续编的6000多万预算，主办五教联合祭天祭宗教活动，和府会关系更是变紧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